国立历史博物馆今天为了纪念普京于逝世九周年，为他举办一项遗作展。自有南征北普之称的国画北派大师普京于，他擅长山水、仕女和画马，尤以山水著称。事实上，普京于的诗和书法足可与他的画并列，只是以画方面的声誉最盛。今天展出的有历史博物馆以及社会人士收藏的70幅普京于的画和字。